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。我们来看看这个小黑啊，对这个节奏树的一个对决啊。他用的是这个 bug 啊，这个 EP 特瑞这么牛逼吗？一上来小孩有点顶不住啊，哇，圣龙可以再抓的啊，牛逼！啊，下逼抓，回完之后啊，发这个八字脸啊，前冲大灌篮，下逼又是没有压好啊，又被小孩抓了啊。好，发波。啊，试图再组织第二次进攻，嗯，升龙漂亮啊，在升龙腿之后又是发波，然后敬酒啊，连续跳七滴，哇，忽然这么狂了哈、啊，又可以发波再抓了，没挖就没有了啊，音乐音，继续看啊，小孩他的八神应该说打得比较快很劲啊。原因啊，下逼葵得抓啊，拖过来炸起来啊，再葵，哇，这么打以后谁跟你打呀？好，正逼，嗯，就是下逼之后啊，葵花，然后用这个圣龙啊，圣龙腿发进酒，进这么多酒、啊、太酣畅淋漓了吧。阿波再抓，嗯、可以的，可以的哈，然后又是一个秦月音，这个解读术有点不太适应。好，一个下吸撂一波，被放倒。好，下劈，嗯，反摇腿，哎，感觉解读术在小孩面前是不是有点慌张啊？经常断连，经常失误。嗯，好，来了哈，这一波。一波三十连小七逼连续两次哈，阿迪高反摇腿，能守，哎，好反击阿迪高小七逼放倒，嗯、再打接头，哎，小七。还现在有点犹豫啊，对手还是挺强悍的哈、啊，他这个反击梁还给出了一套哈、啊，而且克里斯比八神更牛逼啊，感觉。哇，背上一个必杀，痛一血、惨一血，直接拿下哈、啊，很狂很强啊！好的，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关注修修，不易走丢。